今天呀，跟大家伙开个会啊，大家可能都听说了，是不是？小迷惠啊，昨天受伤了啊，这脑瓜上缝了两针啊，孩子现在可以说遇到难处了，特别难啊。然后呢，我特意从那个超市里头啊，带回了一只烧鸡啊，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啊，老大的意思是给小迷糊吃啊。啊，老大首当其冲说给小迷糊吃啊。老四，你说咱们这个烧鸡应该先给谁吃啊？哎，给谁？啊，你也说给小迷糊吃啊？啊，真是好样的。赛文呢，你作为一家之主，赛文你说给谁吃？赛文，赛你过来，你选一下子。赛文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这个烧鸡应该给谁吃？赛文啊？啊，给谁？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过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。